近日，刘亚仁、马思纯、侯明昊齐齐现身某秀场一同看秀，举办方把秀场放在了户外，不料当天露天秀场突然暴雨突降，马思纯、侯明昊没有作者助理之类的人帮他们撑伞，坚持在雨中看秀，也是显得相当够意思了。刘亚仁身后正好作者助理，刘亚仁在看秀的过程中，助理就给他把伞撑好了，三人雨中看秀，美貌丝毫不受暴雨影响。网友评论，三位俊男美女雨中看秀竟有一丝浪漫味道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